好，请听题，请在十五秒钟之内说出五对既是荧幕情侣又是现实情侣的明星。抢答开始。好，第一个是坤坤，第二个是子毅。老师，我有个要求，因为吴昕姐其实她挺想答的，但是她够不着那个，然后就是我俩商量，我帮她拿这个，然后她答，好吧。第二个是欣欣，第三个是郑婷，来，预备，开始。下不下了，何老师，开始了吗？开始。张杰、谢娜，那个范冰冰和李晨老师，对，还有，不能。还有那个，好，时间到，答出了两个，来，星星来，预备，十五秒钟计时，星星手到擒，计时开始。曼姐杰哥，范冰李晨邓超孙俪唐嫣罗晋，然后那个鹿晗关晓彤。请问我杰哥跟我娜姐怎么是荧屏情侣？我们不是荧屏情侣，唱歌呀，他们有一起荧屏情侣，意思要合作一起演戏，演情侣。刚才赵又廷已经错了，是对的，但是是算于补答。我听一下朱正廷有没有更正确的回答，就是15秒，预备，15秒，什么说话说话，别喊说话，咋的了？没有，让海涛哥来是吧？对，海涛哥。别来，海涛，15秒，预备，开始。高圆圆赵又廷，那个罗晋唐嫣，鹿晗关晓彤，那个冰冰姐陈哥，对，还有娜姐姐，不行，还有那个井柏然和妮妮。好，综上所述，表现最好的应该是王子异跟星星。我觉得蔡徐坤表现得很好。蔡徐坤其实他第一个他所能够找到的思考时间最短，但是我觉得他回答的是我心中很完美的答案。才答了两个，怎么完美？对呀，因为他两个专注于他的工作，不理睬这些绯闻什么的。